我们去放烟花吧。现在，虽然你不在家里过年，但是在这儿，我们也能给你过一个很开心的年，对吧？啊，是啊是啊，去放烟花吧。走啊走啊！走，走走走。你们知道吗？新年放烟花的时候许愿会很灵的。是这样吗？还有这样的习俗？飘飘，你许了什么愿？才不跟你说，说了就不灵了。那一定是和月山有关，羞羞，不好意思说。肖像，你别胡说。哎呦，开玩笑的。我好希望我们可以做永远的朋友。一定会的。挺美，不想来就不想来。你去收拾，全是灰。你不收，你晚上就睡大街去。睡大街就睡大街，睡大街我也拉着你。你舍得吗？你我出去！哇，中国好好媳妇儿，给我下来！拖地，你搞你的东西去。好嘞。我就下来搞。帮谁打扫？其实我觉得这个发明是很好的，你知道吧？其实也不是很脏啊，是吗？那这些飘起来的是啥？我好讨厌打扫，我真的不想打扫。你给我转移话题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别谁都脏。我飘飘真不要脸，他竟然勾引了未婚人，还不止呢。那个新来的日本交流生月山徐也被他勾引了。一个假期了。还没聊完，也是厉害。咱不和他们一般见识，去。太欺负人了吧！我们这怎么办啊？就让他们这样越来越过分吗？怎么可能？我……但是，其实说来，都怪魏楚，他真的是你的灾星了耶！哎，那个，我觉得月山就不错，考虑考虑。哎呀，笑笑，你别给我添乱了，行不行？你还嫌我身上绯闻不够多啊？更何况，我跟月山只是朋友关系。好吧。但是你这样没完没了的，装到什么时候呢？还不是老师现在天天拿我当榜样。我拿错画的事情要是被发现的话，我觉得得被退学吧。那算了，别想了。吃饭，多吃点。我看你的好吃。别想了，我的是挺好吃。挺香哈。我也觉得。哇，你看这叶子，像不像一条蛇？你看这个红烧肉，它像不像一个红烧肉？魏楚，我和小雪最近查到，那个谭林本来姓方，而且他还出入方家的老宅。我想这件事情可能和八旗门的方家有什么关系。之前还利用我们找什么太极女高手，
那他在校内的人际关系，你们有查吗？查了，可是暂时还没有发现和八旗门有关的事情。事关八旗门，必定凶险。这件事你们就不要再管了。那我们就这样放过他。他应该在短时间内不会再有所事端。之后就交给我来处理吧。就听我的，和白海洋一起振兴太极系才是你们的头等大事儿。飘飘，月山，你也来找老师吗？对啊，前几天老师说了关于吴道子的一些画作，我想再向他好好请教一下。那加油。谢谢。你呢？来办公室做什么？我来拿资料，也没人告诉我，我就自己来拿呗。因为校园里的那些传言。可能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把你也牵扯进来了。没关系，有你一直以来的照顾，我在这里过得非常愉快，让我一时间都不想离开这里了。真的吗？当然，句句都是肺腑之言。飘飘同学，你也不要太过在意别人说的话。中国有句古话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那些说你坏话的人没有一个是真正了解你的。谢谢你啊，你这样安慰我，我很开心。我会一直支持你的，如果有我可以帮忙的地方，尽管说。不用担心，我嘛没事的。不愧是我认识的飘飘，身为你的朋友，如果不开心随时可以来找我倾诉。这才几点你就叫我过来给你做饭，你是猪吗？我又跑回来累死了。你今天做这么多菜，搞满汉全席啊？对，我就是搞满汉全席，然后把你天天吃，天天吃，吃成一个大胖子，这样就没人喜欢你了。被欺负了？对，被欺负了，你天天找我麻烦。手脚都在，精神抖擞，看起来没什么事儿啊。我手脚都不在了，那能行吗？我真不想装淑女了，天天装的累死了。你还挺在意这个所谓的淑女形象啊。我要是被识破了的话，不就被退学了？合理的保护自己，学校没有任何理由开除你，也不能成为其他人欺负你的理由。不过你这个淑女形象跟你本人不太符。这样太费心力，会影响你练功。我倒觉得这个男人婆的形象更适合你。你才男人婆呢。对了，你现在的训练阶段需要你每天接一两顿肉。蟹肉？我现在就给你去做素食。哎，等等，你催着我回来给你做饭，做完饭之后你让我接肉。你有病吧？我知道你辛苦，这些我都会吃掉。既然你都会吃掉，那就行。但是我在想，我做的都这么好吃了，我是不是以后可以开一家汤馆？我开的汤馆吧，不大不小，然后呢，专门每天免费提供30碗给流浪汉啊，买菜走累了的老奶奶老爷爷喝，他们肯定特别爱喝。然后卖的话也应该能卖一个好价钱，是不是？也许吧。那我去给你做素食。哎，这么着急干嘛？你是不是应该做这个汤馆的第一客人啊？
欢迎光临。怎么样？好喝吗？好喝吗？好。啊？六叔，怎么了？我给你倒水，还有毛巾。慢点。你要不要我叫陈医生来，帮你看看？不用了，太晚了，会打扰到他。那你这样硬撑着也不是回事啊。小病而已。我做姜糖水特别好喝，我要不要给你做姜糖水暖暖身子？不用了，你也挺累的了，你赶快回去休息吧。我不累。这样，你等着，我给你做糖水，好好休息，等我马上就做好。啊，飘飘小食堂今天正式营业。大家都是我的客人，好吧，请坐。各位， QQ 小食堂为大家开放，今天我们做的是为魏楚先生祛风祛寒的红糖姜水。我们需要姜，你们喜不喜欢吃姜啊？魏楚他喜欢吃块的还是喜欢吃条的呢？啊，魏楚喜欢吃丝儿，那就帮他切个丝儿吧。在等待的闲暇之余呢，我们应该干点什么？你们说。放点菊花，因为魏楚呢有点瞎，加点红枣。红枣是补气血的，他平常你看脸那么白，这个男孩子太虚不太好啊。加点红糖，红红火火，这五颜六色好看多了，没有味道，再加一块。这下一定够了，这么多姜跟佐料，做到极致了，好吧？起来了，尝尝我做的糖，好了。明天早上再喝吧。不不不不不不不，你快快过来，来来来，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，他叫宇宙无敌爱心超级好喝到爆炸红糖汤。真的，你快尝尝，你快点。明天再喝吗？不行，你要是不喝的话，你要不喝的话，我就站在门口被冻死。去吧，尝一口嘛，我费了好大劲才做好的，大家都说好喝。谁还喝过这种东西啊？有的是，我拿出去卖100块钱一口。
哭了吧？嗯，好不好喝？好喝，好喝。我就知道，嘿嘿，我都没舍得喝，我尝了口我就赶快放那了，都给你留着，来，一碗都喝。别了吧。别啊，喝了。不喝不给我面子，是不是？看不起人儿。怎么的，养金鱼？快点喝了。这样吧，我拿着喝，回房间喝的呢。好，行啊，拿回去喝也可以。我那还有一锅，我一会儿连锅给你端过来。别了吧，没事。那我现在回房间了。菊花去火，姜汤去寒，这么一碗到底是治啥的？而且也太辣了吧。晚安。去哪儿啊？聊聊吧。两位学姐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夏学妹，我们今天来呢，就想提醒一下你，你的好朋友风飘飘，在学校里面到处勾引魏楚的，希望你可以远离他，做好你自己。这好像也不关两位学姐什么事儿吧？两位学姐很闲吗？没有自己的事儿要忙吗？没有的话，那我先忙我自己的事儿去。去哪儿啊？学姐跟你说话，懂不懂规矩啊？没事吧？学长。你干什么？没事，找学妹聊聊。副会长，我们就是跟学妹聊聊天。嗯，是这样吗？说实话，放心，有我在。可能是两位学姐对我说什么意见吧。大家，我想学妹对我们误会了，对吧？我们既然在同一所学院，就应该像一家人一样互相帮助，有什么事情都好好说，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。海王学长。谢谢你啊。刚刚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也是碰巧路过，毕竟我们也认识。那种情况下，任何人都会帮助的。圣魂，你是不是快上课了？那我先去上课了。谢谢学长。客气。找我来干什么？听说你最近在调查风飘飘。那又如何？查到什么？果然，废物永远都是废物。告诉你点有用的吧。他入学的两幅画，都不是他画的。是吗？那这样就有趣了。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当然。
今天怎么这么好，溜出来玩不让我做家务？怕你压力大。你有这么好？你吃错药了吧你？托你的福，你偷偷做了一手好菜。你这人骂人不带脏字。你可以还击啊。我说不过你。技不如人，甘拜下风吗？你才技不如人，甘拜下风呢。能不能借我一下？好，谢谢。抢小孩玩具，您试试。小弟弟，给我拿来玩一会儿。我不会玩。这不小孩的玩具，你为什么就这么会玩？小时候玩过一段时间，这东西看起来有点幼稚，其实和太极一样的道理，讲究平衡，来回反复。你又讲到太极，什么你都能扯到太极，我真服了。我去买好吃的了。喂，上课去了。我还给你。你怎么不换衣服呀？我衣服不见了。小小，你先换吧。你要是帮我出的话，你也得遭殃。我想想办法。那你没衣服，你怎么上课啊？对不起，月山学长，我们也是受了哀家的蛊惑，一时糊涂才拿了风飘飘的泳衣。如果我不是偶然撞到，你们还要继续欺负飘飘到什么时候呢？我在日本也听说，这里是中国最棒的大学之一。既然能进到这里学习，那你们一定也是非常优秀的，没必要做这种孩子气的事情。那月山学长，您和风飘飘真的没什么？风飘飘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子，我和她是很好的朋友，可不能只听坊间传闻，给别人造成困扰。对不起，月山学长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对不起，你们该道歉的人是风飘飘才对吧？我陪你们一起去道歉，好吗？我去吧。跑路。你们去哪儿？不去上课了？我去哪儿关你什么事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来帮你的。帮我？我泳衣怎么在你这儿？先别管了，还是上课。你确定今天风飘飘来不了了吧？你待会儿就等着看笑话吧。集合。风飘飘呢？怎么没有来？报告老师，飘飘今天身体突然有一些不适。老师，我衣服刚在衣柜里找不到了。你现在穿的不就是你自己的泳衣吗？哦，是因为我朋友刚在游泳馆外边
捡到了我的衣服，所以才能上课。那你归队吧，开始训练了。好，对不起。偷你泳衣的人是哀家指使的。哀家。干嘛？哀家学姐，我不用你道歉，也不用你承认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如果你对我不爽的话，你可以当面告诉我。如果再让我发现你背后搞这些小动作的话，就不是警告这么简单。你威胁我？你这样算哪门子淑女啊？我就不淑女，怎么了？你平常作画，心中明确，行云流水。像今天这样犹豫不决，还是头一次吧。奶奶，就别拿我说笑了。这简单的草木处理起来，才是最难的。那就这里加一笔，不是就有了吗？还是奶奶厉害。今天你心中那么恍惚，该不是为了哪个姑娘的事情操心吧？奶奶，就别拿我说笑了。你呀，就别再隐瞒了。你们学校每天八卦流言满天飞，我听说你最近跟一个女孩子走得很近，到底是谁呀？你长这么大，从来没听说过和女孩子走得很近的，这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好不容易有一个，总该让我知道他究竟是谁呀？那个奶奶，我跟白海洋还有约，我就先走了。海洋，你来了。最近太极怎么样？很好啊。你以为太极旗没有了你就转不了？我看你这个样子也不像是来关心太极旗的。你是想问风飘飘学妹的事吧？之前风飘飘泳衣不是丢了吗？我看那个日本交换生关心的样子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。哪里不对？风飘飘如果自己不能解决问题的话，他就很难成长。你关心他成长有何用意？之前我受伤，他不是一直照顾我来着吗？正好趁这个机会，也轮到我报答他的时候了，帮助他成长。不过如果他一直依赖别人的话，又谈何成长呢？可是以我对风飘飘的了解，他应该不会主动找人帮忙。他不会拒绝别人，这也是不对的。这个和你也没关系吧？你该不会是……没事，我只是觉得顺其自然就挺好的。要不你找陈冰出出主意。好主意。
太阳，魏楚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说吧。还是我来说吧。咱们不是来了一个日本交换生吗？他和飘飘走得很近，魏楚心里不是很舒服。陈平，你说该怎么办？我懂了，魏楚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吃醋？果然，就是吃醋。看你心神不宁、欲言又止的样子，肯定是吃醋。对对对，这种症状就是吃醋。我平常看见小雪揍别的男生，也会有这种感觉。魏楚，我和你从小一起长大，没想到还能看到你吃醋的样子。这个日本交换生不简单呐，不简单。你们误会了，这绝对不是吃醋。哎呀，魏楚啊，现在是纠结这个的时候吗？看来有生之年还能见到魏楚为了女生而产生疑惑。快说啊。那我就告诉你吧，现在的情况呢是这样，飘飘被人惦记上了，而你呢，魏楚，一定要抓紧时间，多多展现自己优秀的一面，这样才能夺回飘飘的芳心呢。幼稚，我和他还有约，先走了。你知道吗？哀家给你道歉了，他承认是自己胡编乱造的那事儿。天哪，看来你吓他那么一下，还是有点用的哈。这叫什么？忍无可忍时，就无需再忍，之绝地反击，冲冲冲！什么东西？哼，行，你要不要看看这评论？还有点意思。我看看。哎，这道歉道的惨呐！哎呀，哇！哇，听听啊，我是爱佳，我仅代表自己请求风飘飘同学原谅我愚蠢的举动。哎，你不得不说啊，你这个爱佳同学的文采还是可以的。那也不是被你的给吓。那等哪天我也吓吓你呗。你试试呗。就很一般。怎么样？刚刚练的怎么样？还行。还行？我这还叫还行啊？不过呢，我今天不生气。练成这样还笑得出来？你这个状态，不是练傻了，是自身强度不够。你才练傻了呢！本姑娘老天照顾，活得乐观还不行？中彩票了今天？彩票倒是还没中，还不是因为那个爱佳，她看我太极功夫强到爆炸，直接登报道歉，你敢信？就这事儿啊？哇，这还不算大事啊！惹了本姑娘，自有老天收。说实话，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太极了。我觉得我练了太极之后，我的运气都变好了。有什么可得意的？你现在练的才是最基本的体能，离达标还远着呢。你刚刚还说还行，我可听见了。还行的意思是，还可以改进。不是我说你这人啊，你夸一下会死啊！来，夸我一下，夸我一下。
夸我一下，夸我听着。啊，天气真好啊！还行。我听说了泳池的事情，你很帅气。真的吗？不是粗鲁？当然没有，而是非常棒。过奖？没有过奖。真的，我打从心底里觉得你这样的性格真的很棒。过奖。哎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不管你做什么都特别好。听不懂呀？笑笑。好，我闭嘴。同学们，这节课我们在展厅上。学生会长准备给交换生讲解围棋知识。围棋啊，我也略懂一些，很有兴趣去听听。飘飘，潇潇同学一起去吧。嗯，可以啊，我们三个一起去呗。嗯，走啊。嗯嗯。经常会有人问我，围棋到底应该怎么下，究竟该如何学习？其实很简单，围棋源于毅力，便是把纷繁万象浓缩成黑白两子，你站过来点，来阐明世间变幻的道理，明白棋局的瞬息变化，找到了临阵决断的方法，就算是围棋入门了。入门之后，更高的境界便是中和，这时你要趁着中间的立场，两个人眼里就只有彼此。哎呀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要考虑自己的棋子，说什么呢？还要照顾对方所有的棋子。我听，认真听会长，这样才能见招拆招，甚至无招胜有招。不因思维的喜好而有所偏袒和遗漏，这样遇到实力强劲的对手，方有一战之力。老师，你说的也不全面吧？你刚刚说的都是围棋的棋艺和棋理，但作为一个棋手，在我看来，最重要的还是修心养性，做到手拙若愚，以静制动，才能在对弈中处变不惊，随机应变，也就是所谓的棋品。这位同学说的没错，但还是不够全面。准确的来说，围棋之道必须艺、品、理、规、理，五者兼备，才称得上是棋道。下课了，关于围棋的基础知识就讲到这里。各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请讲。老师，听说你最近和风飘飘走得很近呀。不好意思，我只回答有关课业的问题。所以你们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们的关系比你们想象的还要特殊。我只回答有关课业的问题。所以你们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们的关系比你们想象的还要特殊。
看刚才魏楚那么明显的在维护风飘飘，你又何必？魏楚那是被他迷惑了，所以才会对他那样的。是是是，都怪风飘飘，别难受了。我没有难受。看来我不出手不行了。上车。别去。风飘飘，总有一天我会把你赶出舒华系。这去哪儿啊？接你去训练。这不是你家的方向。今天换个地方。所以你说带我来训练就是来这儿？游泳是最好的有氧运动，对你的训练有帮助。可是我不会游泳。正好一张白纸可以从头教。我没有泳衣。这个好办，买了包厢。哎呀，啊，好吧好吧好吧。快点吧，泳池里人都走了。出来，快出来。我不想游了。别看了，下去吧。我不会。再不下去天就黑了。游走。你有病吧你！有时候还需要逼一下自己。逼一下，逼你大头鬼！快训练。快点！你这是游泳？你管着吗？游泳，掌握水的运动，水无常形，还有阴阳调和规律，这和太极很像。一点都不像。继续。还要游？拜拜。快点！好好游，
会分开身份，别无端承认谁是我的，我是谁的。别对我打着太极，该怎么试着防御？我的步伐在哪里？你是不是该说几句？别对我表现太急，寻找那蛛丝马迹，却依然在浮现暧昧的情节。出出出出出有点急，佛佛佛佛醒来的你，躲躲躲多少个秘密，藏藏藏藏在谁的心？太太太太几身凉意，不小心一切都归零，抓不住搞不定的轻飘飘的，小心一点你。同学们休息一下吧。对，你们自己回去练吧。刚才那个拳怎么样？之前是那样吗？我自己改动了一下嘛。那随便。哟，那姑娘是谁啊？又不是来找你的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嗯，打扰一下，白海洋学长他现在在吗？海洋师兄现在不在。那他，你知道他现在在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对不起。那你们一定没吃饭吧？那这个便当就留给你们。这个不，你不用不好意思，就是你们一定饿了吧？多吃。同学，你贵姓啊？哦，我叫潇潇，是书画系的。那行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我先走了。下次等学长在的时候，我再来。啊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但是这个你。小雪，这不会是嫂子吧？你看这样，应该是吧。哎呦，嫂子还挺热情的。我那两位哥们儿都有了温柔乡，可惜我呀。你怎么可惜了？可惜我呀，比他们幸福太多了。毕竟，从小就有你的陪伴。切，瞧你们啥呀？赶紧把这个海洋师兄送去。啊，嗯，去吧，你去找找去，快走。白师兄，嫂子给你送的便当。静学妹，有没有兴趣跟我单独聊一聊？你谁呀？我认识你吗？之前不认识，现在我相信我们很快会成为朋友的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呀？看得出来，你似乎很讨厌风飘飘。你想说什么呀？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风飘飘身败名裂，从此消失在 CMF 乐学院。相信我，这次是你最绝佳的机会。端端的上个鉴赏课，怎么一个个如临大敌一样？什么意思？高老师，当事人来了。老师好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
够了，冯飘飘，你不要装了。我们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是偷画入学的。你有什么证据啊？就是你一天到晚这样乱说话，我真的是。高老师，您看一下，这是冯飘飘高中时期的坏话。想必大家都能够看出这绘画技巧上的差距吧。其实老师，您只要随便查一下风飘飘家里有没有擅长绘画的长辈，就全都明白了。拿着本高中时期的美术课作业，你就说是证据，搞笑吗？高中的时候爱画漫画，长大了就喜欢画沧桑的，不行吗？人就不能成长吗？所以风飘飘，你告诉我们，你是怎么在短短的时间内学会无可挑剔的技巧，领悟沧桑的意境？我说你这个人，想想你先别说了。冯飘飘，这幅画是你画的吗？请你诚实的回答我，骗得了所有人，骗不了自己，是你画的吗？根据校规，像他这样假借他人作品，不是凭自己真材实料进来的人，就应该授予开除处理，以正校纪。就你话多是吗？轮到你说话了吗？肖笑，你知不知道他偷画入学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，因为他失去了进入这所学校的机会。黄老师，我们每个人为了进入这所学校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，风飘飘的所作所为严重违反校纪，根本不配做我们的同学，这样的人只会让我们学院蒙羞。高老师，我们现在就开除他，让他回家好好反省。开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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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好了，孔老师，这个时候不是您偏袒风飘飘的时候。老师，你听我说一句，这幅画确实不是我的，但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是在开学当天我着急拿错了爷爷的画，我到画展的时候我才看到。这种狡辩的话你都说得出？你把大家当傻子吗？既然一早就发现拿错了，当时为什么不说？你心安理得地接受着大家的赞美，你现在这样说不觉得太可笑了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这，我现在说什么都觉得很好笑。但我在这里真的想跟大家说一声，对不起。我希望同学们可以给我一个机会。对不起。开除他！开除！开除！开除！干什么？开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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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，我知道老师你现在对我已经失望了，可是我希望你还能相信我一次。我觉得我可以证明我有资格考上这个学校。我也这么认为。两周后的上乡书画展上，风飘飘同学会当众作画，让各位作为评审，到时候他的实力到底如何，大家都会知道。画笔是用来作画的，英国学者培根曾经说过一句话， Knowledge is power， 知识就是力量。老师补充一句，实力还是力量。要不要开除风飘飘同学？两周后实力见真章。
刚才做的不错。两周之后，我没有信心。没有信心？虚张声势这一招用的不错呀。我虚张声什么呀？我不跟你学的。再说了，我要是不说，我不就被退学了。还哭了？我就哭了，怎么了？你还笑？你是人吗？好了，虚张声势这一招做得不错，拖延的时间就还有办法。什么办法呀？学生、老师，怎么不相信我？把外套脱下来。原来你在这里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找我有事吗？艺术馆发生的事，我听说了。你别误会，我相信你。相信我？当然了。没有信任，哪里来的友谊？我们相处这么久以来，我一直都能感受到风飘飘同学内心的温暖。我相信自己的感受。我想看你笑，你笑起来很漂亮。
我帮你吧。我还有功课要复习，我先走了。我也有功课要复习。那学长，我也有功课要复习，我能和你一块儿做吗？可以啊。帮你接杯水吧。来了。谢谢啊。不谢，我帮你做什么事儿我都觉得很开心。笑笑，你是个非常棒的女孩。但是我现在一心只想着复兴太极的事情，心里装不下任何一个人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飘飘，好巧，又遇到了。哎，刘山玄，你找什么书呢？我选修了《易经》研读，但是中国古籍实在博大精深，光凭一本书实在难以参透。我听老师说，《子夏易传》和《经房易传》是很好的参考，但是我找遍了图书馆，还没找到。哎，喏，哎，是这本，你怎么会有？我很早就买了，但是一直没看。你要用的话就给你了。哎，可以吗？嗯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没事，都是朋友。为了准备画展，挺辛苦吧？嗯，还是得多看看画，找找感觉。啊，对了，我这个可以给你参考。啊，啊，谢谢。那不如。我们一起学习，你看画册，我看这个。嗯，好，谢谢。这本书好有趣的样子。是吧？我还没看过呢。而您的位置一定要抓紧时间，多多展现自己优秀的一面，这样才能夺回飘飘的芳心呢。
你来干嘛呀？今天山巡不在。你找他有事儿？没什么，找你有事儿。这个不是我上次被弄脏那件衣服吗？我打算画画这画，画风巧妙，笔法流畅，实在是难得啊。你炫耀啥？明天的课程改为学画。知道了，师傅。是我丑还是你们丑？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就要抓住他的胃。说的对，牛尾要善跑。是我做菜难吃吗？太难。你回来了。爷，学个饭，做给我吃。想多了。你怎么把口红都掏出来了？小云，你觉得我丑不丑？不丑。那就这些色号丑。我怎么觉得怎么涂我都很一般呢？你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啊？哼，海洋师兄说他现在钻研太极，没有闲工夫理我，不想恋爱。海洋师兄，海洋师兄，我就知道是他。我看你啊，现在心里一点都没有我。有你，可有你了。有我，有我。哎，你这衣服变得好看了哎。有吗？就是多了一个图案而已。魏楚的杰作吧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怎么可能是他？小鱼儿，真的好看哎！我也想有人在我衣服上画画。我画的也好，我就拿这个给你画。来啊，我画，放过我，你画，放过我。我不放。那我往出来了。我错了。等除掉了魏楚。就该轮到你了，门主。隐藏在魏楚身后的那个一打七的神秘女高手风飘飘，应该足够让你受尽折磨了。不过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。你都在这发愣了半个小时了，玩木头人呢？你能不能别说话？我这刚有点灵感，没了。你还是太紧张了，你得把
画展作画的事当做一桩平常事。不废话，这是我的人生大事。你平时看起来不像是个会紧张的人呢。你是不是傻呀？你家压力能看出来？那看来你隐藏得还挺好。我心里苦，但我不说。一个画展而已嘛。师傅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呀？你告诉我，你最好了。当然没有。天天就知道开玩笑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我虽然很爱跟你开玩笑，但我还是挺有用的。你好了没？啊，怎么这么慢啊？我看看。哇，画的也太好了，我爷爷要是看见的话估计都认不出来是我。画画呢，就是要先从身边的物和人下手，因为更加了解，所以更容易表达出来。原来我在你心中这么美啊。嗯，那我再加几瓶。到我了，为了回馈你，我给你画一个，去那边。妈，快去！哎，能不能换个造型啊？你说你这样站着，我怎么画的好看呀？啊，这个不能怪我，怪模特不行。好了没？没好。你往这站着，其实我画一木头也可以。怎么样？差。哪儿差了？这不是有你的三分神韵。你觉得差，那我再画一张呗，你再给我长纸呗。飘飘，嗯，你刚刚用的这张，是陈年老宣纸。嗯，然后呢？市场价是一万多少来着？哎，你刚刚说那个画画是要画那个亲近的人是吧？啊，我说怎么画不好呢？我跟你不太熟，我有个熟悉的东西，你起开，再给我一张，给我一张那个不是陈年老宣纸的吧？我要一张老宣纸，宣纸也行，其实纸就行，对，这张，先不用了。哇，完美！挂哪里嘞？挂哪里？你画的？哦。你要把这画挂在我这里，等陈冰、杨宁雪他们来了，我该怎么解释啊？你就说，受高人指点，挂于厅堂，好运常相伴。高人，要不再添点笔墨，过来，我教你。
今天别画了。啊？天气这么好，我们去练太极吧。不画了。把东西放这儿。我背了这么久，你现在说不画了？之前你在我家作画，你的技法已经远远超过了你的同龄人。你无法下笔，最大的难题就在于心境。你不知道自己想要表达什么。作画和太极一样，讲究平衡，平心静气。意境就在于心，用心去感受。感受四周的一切，耳聪目明，通达四方。万物皆由心生，你无需按照你爷的风格来做，你只要做好你自己，想你所想，做你所做，将其诠释出来就足够了。好了，太阳快下山了，我们回家吧。明天书画展了，你准备怎么样？只能说胸有成竹吧，也是十拿九稳。嘿，那说明魏楚教的不错嘛。你怎么知道他教我画画？大姐，你每天都跟他混，什么都有他，什么都是他，可不吗？反正我懂，我的飘飘已经被魏楚抢走了，我再也没有好朋友了。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什么强怎么强？俗套。反正我真的要提醒你，我觉得他这个人特别霉，什么都不顺。我怕他影响你，其实影响你没有关系，我怕你影响我，是吧？你自己注意着点，好吧？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天地之始，已有。好嘞。哎呦喂！吴梅芳学妹，这是明天绘画展要用的资料，麻烦你整理好了以后分发给各系的老师和同学。学姐。这不一直都是静柔的工作吗？你任意答这个，在飘飘面前什么意思呀？我们书画系一向学风端正，直到出了风飘飘这位偷画入学的人，害得整个学院都跟着蒙羞。现在让他为书画系做点事，当做补偿，不可以吗？你们这就是
有点欺负人。怎么这么没出息啊？风飘飘学妹，怎么了？大庭广众之下的，要动粗呀？把自己的工作交给别人做，让自己姐妹替自己出头。静柔学姐，您可真是当淑女的典范了。